来参观校园的吗？ 应该有100个吧。 你要吃吃看嘛！啊，正眼看过去！你太衰了，对上的居然是我！ 应该有100个吧。 真的输。 错了，你是一点点痛苦就能来参观校园的吗？
世界还有好多力量，我们去吸取。赢家的还没听话嘞。 你好，成为世界需要的英雄。 伟大的使命在呼唤，竟然是这种结局！前来报道。 一点点痛苦就能感受我。你说这是禁忌仪式吗？
才是归宿。我输了。别担心，你说这是禁地仪式吗？是啊，我死了三次。那个笨家伙会把宝物都藏起来了。把他们处理掉。快选择，
别丢，这还可以吃。这是我特别调配的。一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我要考虑一下。如果这样出，我没有管他们，你给我滚吧！来参观校园的吗？行程结束了。起飞喽！别丢，这还可以吃。阴影才是归宿。你要吃吃看吧，天空是我们的。完工了。认输。